啊、哦，这个一百页哈，在一百页，一百页那个他写到的说，上一章就是上一章哈，就是咱们原书的第三章。上一章解方程是怎么解的呀？从形式写通解。现在是干什么呀？现在是先取基础解析，再写通解。所以咱们以后都是这样来干，先去取基础解析，再去写通解。所以你把原书七十二页历史这个题，它的解法看一下。 然后呢，再把什么呢？再翻到九十九页，翻到九十九页的历史，请大家把历史啊，独自做一下，仿照咱们屏幕的这个方法，把九十九页历史啊，按照标准的这三步，把这个解解一下，看看你做的答案与书上一不一致呀？所以就这样，哎，先画行阶梯，定制算 n 减二 a，再去找自由变量，然后由下往上解方程，就说完了，一个标准的程序。好，这是咱们说到的例一。 然后再来看例二这个题，例二这个题呢是教材的一个习题哈啊，咱们翻一下教材的道习题，呃，翻到这个第三章习题啊，这个是第四章的习题，翻到教材的第四第习题四，习题四解方程，翻到一百一十二页，一百一十二页第二十一题有三问，咱们取第三问来看。 你当然可以把第一问、第二问做一下了呀。求齐子方程组 n x 1 n 减一 x 2加加加二 x n 减一再加一个等于零。哎，这个方程看起来很简单，就一个方程啊。那你想，一个方程多少个未知数？那 n 个未知数呀。那显然有无穷多个解呀。好，来再来熟悉一下。但这种方程考过那么一次，但我们同学反而不会解了，越简单越不会了。咱们试一下，那么这个 a 就是谁呀？ 这个 a 就是写出来，那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叫啊、呃，第一行是不是因为这是 n 减一呀？这是 n，然后这个地方呢是 n 减一，1, 然后这个地方呢这是 n 减二，其实应该是再往一直后写，这是二，这是一，下面都是谁呀、啊？这都是零啊！你说是不是呀？这都是零啊，都没有了呀！啊，最后一行呢，是不是也是零啊？都是零，它就这一个方程，所以你也不用画了，这就是什么呀？ 这已经就是什么了呀？行阶梯啊，已经就构成了行阶梯。好，这已经是行阶梯，那看质呀。所以来质 a 的质等于几啊？就一行不为零啊，等于一。那则检查谁？n 减 ra 等于几？那么 n 多少呀？那 n 就是未知数的个数呀，那就是 n 个未知数呀，所以是 n 减一。1, 哎，它等于 n 减一。这个 n 减一是不是告诉大家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啊？ 第一，应该找几个解呀？是不是应该找呃、哦、n 减一个解去表示什么呀？表示所有的解呀，表示这无穷多个解呀。第二个含义呢？是不是说应该取几个自由变量啊？是不是取 n 减一个 x 做自由变量啊？啊、呃、，n 减一个自由变量啊。所以这两个含义啊。好，往下来找自由变量，自由变量怎么找？ 是不是先找主元呀？每行左起第一个非零的元素所代表的未知数叫什么？叫主元呀？是不是这个它代表的是主元呀？x 几呀？x 一呀？所以这个题 x 一是自主元，那么谁取自由变量啊？是不是剩下的都是自由变量啊？所以且我们就取 x 二、x 三，一直往下写 x n。 做自由变量啊，n 减一个呀。好，做自由变量。那么咱们知道两个自由变量负零一一零。01, 10, 如果这三个自由变量就是一零零零一零零零幺，拼成一个三角单位阵。那你 n 减一个自由变量怎么负呀？好，那看那是不是说从这开始 x 二取一，后面都是零啊？哎，这些都是零。好，还有一个啊、哦，这个地方 x 二取零，这呢取个一啊、哦，下面都是零。 啊、哦，一直往下，最后一个是谁呀、啊？是不是这些都是零，唯独最后是个一呀、啊？好了，这不就是把自由变量选好了吗？然后是不是再算 x 一呀、啊？那大家看，那这什么意思呀？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看，如果说 x 二取一，x 二取一后面都是零哦，x 二取个一后面都是零的话，你说 x 一是谁呀？啊，那你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 x2 换成一哦，这换成一，后面都换成零啊零，0, 那是不是都没有了呀？所以 x1 等于几啊？x1 是不是应该是等于这个叫呃一减 n，就是它俩相加等于零嘛？n 倍的它加它等于零，所以应该是什么一减 n 再除个谁呀、啊？是不是再除个 a 呀、啊？哎，这样把它求完了。同理，如果是这个地方有个一，那就上有个谁呀、啊？有个 n 减二呀，所以这谁呀、啊？应该是二减个 n 再除个谁呀、啊？ 再除个 n，最后一个呢，是不是应该是一除个 n 呀？啊，x 一嘛，啊，如果这段是个一，那不是这个啊，应该是负一除一个 n 哈、啊，应该是负一除个 n 嘛？你想最后一个说前面这个地方都是零，这段取个一啊，这是一，这都是零，那不是 a x 一加一等于零吗？所以是负的 n 分之一。好了，那这个呢就是谁呀？就是咱们找到了这有 n 减一个解，是不是能表示所有的解呀？那你看这个地方其实有分母哈。 我们呢，有的时候不喜欢分母，那怎么办呢？可以这样来讲，咱们讲过它的性质，如果它是解，给它乘个常数呢？阿尔法是解，是不是 k 阿尔法也是解呀？有那个性质呀？咱们讲呢？所以想呢，这段、个、乘个谁呀？把分母消掉了呀？乘个 n 呀？所以这道、个、乘个 n 的话，是不是这个分母没有了呀？所以写了一减 n，然后这是 n，下面都是零了呀？这道、个、乘个 n 就是谁了呀？二减 n 是不是零？往下是 n 零零零啊？同理，这道、个、乘个 n 呢？ 是不负一，1, 然后是谁呀、啊？零零零，什么上面是个 A 呀？所以这个规律呀，所以你既可以写着带这个分母的，也可以不带分母。刚才那个题，咱们这个题也可以呀。你看例一这个地方，这边有个谁呀？第二个解是不是有个分数叫三分之五负的三分之四呀？它自己是解，乘个常数也是解呀，所以可以乘个谁呀？乘个三，写成五负四零三呀，所以这也是解。就看你这个地方呢，就是保不保留分母呀？ 你不保留分母，那就是乘一下，把这个分母给它消掉嘛，啊这样说。好，这是咱们回答的这个结果哈，回答了它。啊，好，这是咱们这个题的答案哈，啊，乘分母就是这个地方乘个, n, 乘个 n，乘个 n，乘个 n，把分母消掉就行了。好，那你看是不是还是三个环节呀？第一，初等行变换；第二，算秩，算 n 减 r；第三，取自由变量；第四，由下往上解方程。 自由变量赋值啊，分别赋幺零零零零这个地方还有零幺零零零，最后零零零零，最后是个幺，然后再去解这个 x 一呀，解这个 x 一呀，解这个 x 一呀，大家都解出来了，那就做完了吧。啊。好，这是咱们说的例二。那么再往下来看一道题，看这个题例三，写出一个乙 x 等于 c 一二负三幺零。 和 C2-2401 为通解的齐次线性方程组。那你看这个题是不是跟前面的例一例二有是反过来呀？例一例二是说给方程让大家求通解，这个题是给通解让大家反而写谁呢？写这个方程。这个是咱们教材上七十九页，七十九页的第十五个习题，比较有代表性。 那么这个题呢，到了第四章习题四又考了一次，所以你可以翻到习题四，习题四，呃，翻一下，翻到这个，翻到一百一十二页，一百一十二页的第二十三题，跟这个题完全一样。一百一十二页二十三题是这样写的呀，他说求一个齐次方程组，求一个齐次方程组，使得它的基础解析。 是谁呢？是可三一等于零一二三，零一二三和谁呢？和可三二等于三二一零。好，大家想基础解析跟通解唯一的差别是不是就是一个写成常数相加的形式呀？那我们这个例三是不是这就是基础解析啊？这是可三一可三2是不是这两个解放一起就是基础解析啊？那你看完全一样啊，这两个题。 都是这样，已知它的基础解析，或者说知道它的通解，来帮我们反过来写这个方程，那怎么办？这种题的思路是什么？咱们来做一下看。大家看，解。那大家想，这道有几个解呀？这个地方是一个解，是不是这个点也是一个解呀？或者说有几个常数？是不是有两个常数呀？它有两个常数，是不是认为这个的 n 减 i 是几呀？n 减 r a。 是不是代表了用多少个解表示无穷多个解呀？这里用几个呀？用两个解呀，所以它应该等于几呀？它应该等于二，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它等于二，并且 n 是多少呀？n 是未知数的个数呀，这不是 x 一、x 二、x 三、x 四吗？所以是四个未知数，那所以导出谁呀？导出 a 的值应该等于几呀？应该等于二。好，a 的值是二，这一点还先找着了。那么大家再想，是不是说 a？ 我给它叫个叫可三一，它叫可三二，那你们是通解，是不是你们两个也是解呀？所以 a 乘上可三一是不是得等于零啊？同理，a 乘上可三二呢，是不是也等于零啊？也几，怎么写呢？我写成 a 倍的可三一可三放一起，是不是还是零啊？ 那乘进来，是不是 a 可三一，a 可三呀？a 可三一是零，a 可三也是零啊，所以统一记成零了呀。好，我想求 a，那怎么办呢？这样来一下，我在这个式的两端取个转置，得到什么呢？得到可三一、可三二的转置，再乘谁呢？乘 a 的转置，零的转置还是零啊？啊、哎，是不是这样写了呀？两边取转置，那这样写有什么用呢？哎，咱们来想。 前面咱们讲这个质的时候呢，有这个公式，a 乘 b 啊，m 乘 n，n 乘 s，a 乘 b 等于零，咱们知道是不是能知道 a 的质加上 b 的质，它小于等于 n 呀？这个 n 是不是 a 的列 b 的行啊？这是咱们前面背的公式呀，质的公式。但是 a 乘 b 等于零，除了这个质的公式，还得要会一个思路，干什么呢？就是。 用方程组的解的观点来看，怎么办？大家把这个 B 呀、啊、给它分块，咱们学个分块矩阵呀。大家把这个 B 矩阵按照什么呢？按照列分块，它有多少列呀？是不是 n 行 s 列呀？好了，我把 B 的第一列给个代号叫阿尔法1，第二列叫阿尔法二。第 s 列叫阿尔法 s，是不是它也等于零啊？好，也解什么呀？也解 a 阿法1等于零。 a 阿尔法二等于零，你还有谁呢？a 阿尔法 s 等于零。好，这样写的话，是不你把这些阿尔法一、阿尔法二、阿尔法 s 如果视作 x 的取阿尔法一，x 的取 x 阿尔法二，x 的取阿尔法 s，是不相当于这些阿尔法都是什么呀？都是我其次方程组的解呀，是不是这意思呀？所以那些这些阿尔法。 阿尔法一、阿尔法、阿尔法一都是解，而阿尔法是谁呀、啊？阿尔法是不是这个 B 的每一列呀、啊？所以得出 B 的列，B 的每一列是我齐子方程组的解。所以这个地方以后也是经常用的。所以大家凡是碰到 A 乘 B 等于零，马上反映两个规律：第一，A 的秩加 B 的秩小于等于 A。 第二、啊，这个 B 的每一列都是我齐次方程组的解，为什么？分块的原理呀、啊。那大家看这个地方，我如果把前面这个地方读成 A 啊，它看那个这个矩阵呀，读成 A，这个地方呢读成 B 的话，是不是出现了 A 乘 B 等于零啊？那么按照这个规律，是不是这个 B 也就是它，也就是 A 的转置的每一列是什么呀？是不是它的每一列都是我方程组的解呀？你的每一列都是解，那反过来怎么说？ 是不是这个方程组的解可以作为什么？作为它的列呀？是不是这道理呀？就这个呢推过来的呀？哎，咱们看了这个方程组是谁呀？所以也就推出什么？也就推出 A 的转置的列是什么呢？是这个方程组叫可三一可三二的转置 x 等于零，是这个方程组的解呀？那这句话反过来，是不是我的解？ 也可以作为什么呀？作为你的列呀。所以为了求这个 a 是谁，我就去解这个方程，这个方程组的解哦，它的解作为 a 的转置的第一列，再作为第二列，a 的转置知道了，那再去转置一下，不是得到 a 了吗？哎，所以是不是最终又化到了求这个方程组的解这件事情上啊？这个方程组是谁呀？可三一知道呀，那你在怎么把它写出来？那么可三一。 啊、哦，是谁呀？可三一是二负三，3, 是不是一零啊？然后呢，可三二呢，是不是负二，2, 然后是四四零幺呀？零幺，别忘了干什么呢？这还得加个转置呢，哈，加个转置。所以最终这个系数矩阵是谁呀？所以我把它擦一下，看。所以这个最终的系数矩阵，我翻下一页哈。最终的系数矩阵就是这个方程组哈，叫可三一可三二的转置。 x 等于零啊，转化为求这个方程组的解呀，求它的解，它的解干什么呀？它的解作为 a 的转置的列，你作为 a 的转置的列，也就做什么呀？也就是做 a 的行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做 a 的行，哎，做 a 的行了。那咱们看可三一是谁呢？可能二负三幺零啊，我们知道啊，可三一是等于二负三。 然后是幺零加个转置，cos 二是谁呢？cos 二，是这个负二四零幺，负二四零幺，负二四零幺。好了，大家看这个方程组系数矩阵是谁呀？啊，那系数矩阵把它写出来，那么 cos 一，cos 二再取转置，那就变成谁了呢？是不是这个就直接写成行了呀？那就是二负三幺零，10, 然后是负二四零幺呀。 哎，写成它了，是不对它进行初等行变换，换成什么呀？化成行阶梯很容易化呀。比如第一个保留呀，二负三，二负三幺零，10, 然后这段写的谁呢？相加，这就是零，然后是一一一，哎，这不就是行阶梯了吗？所以行阶梯找完了，算谁呀？这不就回到例一例二了吗？算质，所以把它记为 A 吧。那么 A 的质就等于两，是不是两行不得零啊？ 等于二，那么 n 减 i a 呢？几个未知数？是不是四个未知数呀？x 一、x、x、x 四呀？那就是四减二等于二，这个二是不是回答了两个事情啊？是不是这个方程组可以找两个解，表示所有的解呀？而且应该取几个自由变量啊？是不是取两个自由变量啊？那咱们看，自由变量取谁呀、啊？来找主元，那么第一行是不是这个方不为零，代表着 x 一？这个第二行它不为零，代表着 x 三？ 所以取谁呀、啊？取 x 三、啊、x 四做自由变量啊，哎，做自由变量。好，它做自由变量的话，两个自由变量怎么赋值呀？x 三、x 四，两个自由变量，咱们想，好，两个自由变量是不是负一零和零一呀？然后是不是由下往上去解这个方程啊？好，来看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的含义是不是零 x 一加 x 二加 x 三加 x 等于零啊？那你想这一行的意思就是相当于说也即 x 二加 x 三加 x 四那要等于零。上面这一行的意思是谁呀、啊？二 x 一减三 x 二再加 x 三等于零啊，它是这个意思呀。好了，那你想，如果 x 三取一，x 四取零的话。 那这个呢就是谁了呀？啊，这是哎，看这个地方，由下往上就解，先看它呀。好，如果三取一，四取零，三取一，四取零，那二取多少呀？那二明显取负一了呀。二取负一，二取负一，1, 再看这个地方，再看最后这个方程啊。好，那就大家再来审查一下。好，如果二取了负一，三又取了一，它跟四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话，那咱们看一取多少呀？是不是二 x 一应该是加三呀？ 这这加个三，加三再加一，那就是加四，所以剩个多少呀？剩个负二嘛，啊，这样不就对了吗？负二乘以二得四嘛，负四，负四加个三再加个一是刚好是零嘛，所以这两个不就解到了吗？x 一和 x 二，同理再看这两个，如果 x 三取零，x 四取一，这是零，这是一的 x 二呢，是不是还是负一啊？哎，它还是负一。那同样，如果 x 二是负一的话，好，x 二是负一，x 三是零啊。 所以是二 x 一加三等于零，所以 x 一呢，是不是负的二分之三呀？啊，这样不就写完了吗？好，写完了。但这个地方有个分母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分母乘过来嘛，乘个谁呀？那来个负二嘛，来个负二倍也行啊，也就是谁呀？负二乘进来就取成谁了呀？是不是这个负二不要了，然后这个变成正了，这个分母没有了，这就变成谁了呀？变成正了，来个谁呀？来个正二了，最后变成谁了呀？变成负二了呀？ 所以这就写成了负二、负一、一零，10, 然后是三、二、零、负二，是不是这两个作为什么呀？是不是作为 a 的行啊？所以这个 a 可以取多少了呀？啊，a 的第一行就是这个的数呀，可以写成负二、负一，1, 然后是一零。第二行呢，是不是写成这个三、呃？嗯，三，然后是二，然后是零，然后是负二呀？所以 a 做出来了。 当然，这个 a 是不唯一的哈，a 的值不唯一啊，就看你怎么取嘛。你这个可以随便乘个倍数呀。你乘个倍数的话，得到的 a 也是它呀。啊，好，这是咱们谈到的怎么去求这个，就是已知它的解，已知是它的解了，那我应该怎么去求它的这个方程组？就按这个规律哈，这里面用到谁了呢？用到这个 a 乘 b 等于零这个规律。看，就这个地方看、啊、这页写的。 a 乘 b 等于零，想到这个 b 的列是什么呢？是这个方程组的解，或者说这个方程组的解可以作为 b 的列呀。所以要想求 b，那就是转化为求方程组的解，那就解方程了呀。所以例三是把例一例二、啊、反过来写的哈，反过来。好，这样吧，咱们就通过这里三个题，正着来和反着来，把这个解方程咱们就全部结束了。 啊，当然，咱们带你学上并不是这样做的。哈，带你学上是把它硬解出来的。哈，所以建议大家，呃，带你学上这个第三章是硬解出来的。带你学的第四章就是刚才那个习题，就是他那个习题的做法呢，就是仿我们这样做的，用这个原则来。哈，所以以后大家记住，碰到这种题，已经知道通解了，怎么反过来求这个方程啊？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哦，把它并在一起，取转置，被 ab 等于零。 它乘它等于零，所以它的列是解。那反过来，它的解就是它的列呀，它是通的呀。它的解就是列，它的列就是解嘛。所以往下来转变成求这个方程组的解，它的解就作为什么呀？它的解就作为它的行了呀，是作为 A 的转置的列嘛，转置的列，那不就是它本身的行吗？所以第一个解做第一行，第二个解做第二行。所以说完了，这样来谈。好，这就是咱们谈到的第一个方程组，叫棋子方程组吧。那么负一棋子方程组主要是一。 一定要找清楚它有没有无穷多个解，第二，如果有无穷多个解了，我应该找多少个解去表示这无穷多个解？找多少个呀？找 n 减 r 一个。第三，怎么找这些解？是不是要取自由变量啊？怎么取自由变量？谁的自由变量啊？是不是这一套东西啊？好吧，咱们齐次方程组的复习就到此结束，简单休息一下，再去谈下面的非齐次方程组的复习。